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亮哥养鱼频道，我是高亮。本期记录的是一个锦鲤鱼缸的改造过程，喜欢饲养锦鲤鱼的朋友可以看一下，希望能给朋友们提供一些帮助与启发。原来全都是鹦鹉鱼，就是大概能有20多条吧一起养，后来效果不太好，陆陆续续的死了，有的是溃烂了皮肤，有的就不行了，那个慢慢剩10多条，再往后剩那几条也就都不养了，它可能就是水质不对。这个好像是最开始比这旱蝗还多，这是第二批吧？第一批死了一批锦鲤，还是陆陆续续替换了几条，这个后来我没太关注。这个感觉还比原来强一点，以前的水我们也不太懂，可能混的水没过滤，后来把用成过滤的水可能比原来稍强点，但也效果不是太好。行，我看一下。我看好吗？完，我到时候给他需要改造的时候给他改造一下。行，为什么现在呢？胆子那样吗？现在胆子不会，这三条鱼到时候我给捞走。啊，然后我把这鱼缸彻底的，它有些地方是硬件地方出问题了，我给它改造一下。改造一下。嗯。好。这鱼缸盖儿，鱼缸盖儿都坏了，就到时候给它。行，就好好收拾收拾。行，好，谢谢。没事。别这样。好了。啊，来。好。咱这个鱼缸吧，设计的这个门儿，它现在设计的挺不合理，然后每回。这个是底槽了，底槽呢，咱每回要清洗这个过滤棉的话，我都会把这个门卸来，然后这样非常不方便。然后最终我准备把这个槽子呢挪到这个门，挪到这个门呢，这样每回我们这个底槽的过滤棉什么清理的时候就方便一些。中间这两门属于死门，这有两个卡子，每回都会这么给它卸来，这安上就特别费劲。这是第一个。鱼缸上盖儿这边的破损了，有一边坏了。这个盖儿有的太活动了，这个正常鱼的话，锦鲤长大的话能往上顶，这个也不是很安全，这个到时候也得给它改一下，加固一下。然后这个地方原来应该是有一个溢流区，有个下水的地方，现在那个地方脱落了，可以叫变成胶那个地方，一会儿咱们就把那个修复了。然后长度，你看那个，这个缝能堵进去，就那进去了，就往进去了，正进。我准备把这个鱼缸挪这边，挪这边，然后把你做的鱼缸挪这儿放这儿，它俩连在一块儿，我把这玩意儿延长过了，把它延长过来，上去。
停水了一会儿啊。对呀、啊，这咋的？一上午就停水。今天不用水，今天那工作不用水。啊，那行，我那项目聊一会儿就完事儿。啊，行行，我明白，我听明白。再做一个，就加长一下，然后它的过滤效果会更好一点。但是外面这层玻璃呢，上沿要比顶上那层玻璃要稍微高个，外面这个比里边它的水平线要稍微高一点，1厘米到2厘米那个，它多少会肯定能，它能，它的水肯定能比咱的玻璃能高一点。一步这水多大缸？不那么大缸啊，不论那，你就四个板全嘎650就行了，我感觉。啊，对，全嘎650，完外面那个你扛起来点就完事儿。推完了，这个往下压一下，是吧？我给你拿吧，我给你盖着吧。我这么的，啊，对，这么啪啪压一下就分开了。